今天是2月4号啊，年初二。咁咧就今日咧就想嚟试飞呢个 FPV 嘅，咁但系咧嗰个 GPS 咧就对极都对唔到，搵唔到卫星，可能今日太大雾啦。你睇，全部都系雾嚟嘅。咁咧已经等咗五分几钟啦，但系都未搵得到。咁或者介绍下套遥控先啦。咁咧呢个遥控咧就呢、這个 FPV system 咧就包含咗一个 mon 啦。呢个 mon 就是7寸 mon 嚟嘅，咁同埋咧呢个就是7寸 mon， 呢个咧就系嗰个影像嗰接收器，咁咧佢有两条输出线咧，一条咧就要嚟俾呢个 mon 嘅，另外一条咧我就要嚟播落一个手提嘅摄录机，就系呢个。咁就系录落SD 卡嘅，咁呢个咧就外置电源，就是、供电咧俾呢个 mon 咧，呢个外置电源就是、供电俾呢个 mon 同埋呢个接收器嘅。咁咧我而家其实仲争一件嘢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 transmitter 嘅功放，就系咁啦。咁咧，大家都見到呢個咧，就係巢曬嘅呢個遮光罩，因為琴日咧佢一路狂紅鬼而抌鬼咗。咁睇翻部機啦，部機咧就主要 FPV 咧就係、是、主要有個鏡頭啦，呢、這個就係鏡頭見唔見？然後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嗰個 FPV 嗰個 on-screen display 嘅個主機板。咁跟住咧呢、這個咧就係、是、咧。GPS 嗰個接收模組，跟住咧呢、這個咧就係、是、一個就係、是、影像同埋音頻嘅發射模組，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嗱，跟住咧呢、這個咧就係俾呢個音頻同埋影像嘅發射模組同埋個 cam 嘅供應嘅電源，那個電邊嚟嘅。不是電變，而是那個減壓器、穩壓器。咁至於呢個模組喺邊度攞電呢，就係喺呢一個藍色呢嚿，呢嚿就係供應嗰個 GPS 模組嘅，唔係on-screen display 模組嗰個供電嘅藍色呢、這個，係啦。咁其實主要就係呢啲嘢啫，但唔知點解對幾都對唔到。咁鏡頭方面呢，我就加多兩個嘅。我就加喺機頭最後度，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向前影嘅啦，就是、角度低向下少少嘅會係，同埋咧一個咧就是、向地下嘅，成只雞咁喎，成只公雞咁喎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啦。好，一陣 pair 到再錄啊。